后头好穿，还刚才的啊，那个废话不多说了啊，今天晚上偷皮皮下去走。想钓鱼，你给我跳一个。哎好，这是个小笨蛋的这个，你看，哎好哎好，哎好，好了。能看清吗？这鱼啊，该群里面说声啊，我要准备把鞋脱了，在这边做个鱼疗，天然免费的，啊！没有，都摸了你的鞋了，没摸。太安静了，你至少让我感受你们的存在呀、啊。那我这直播干啥呢？来了就让你们表演了。哎，还鱼。鱼，哎鱼，完了跑了，哎这儿，哎跑了，跑哪去了？我天了，没了，哎这儿，哎嘿哎嘿，你这，哎完了，又跑了，出去了，往里跑，长着尾巴了，又钻洞去了。想跑，输给他了。哎，专心点。在哪里？假的，假动，假动啊！生气呀、啊！啊呸！喷了我一嘴。哎嘿，又出来了。哎嘿，哎嘿，在这儿。跑这儿，这家伙脾气挺暴躁啊！咋的？谁惯了你啊？啊，你老爷们儿！哎哎哎哎哎！臭小子！啊，整了半天你就在我脸前呢，你这是跟我来一个灯下黑是不是？啊？哟，这里有货呀！哦，这里边一点都不小。现在生活都好了，这皮皮下铺的房子变大，你说是？假的吗？哦吼，又是个假的？马宝呢？呸！哎，一身泥，整了我一点泥。哎呀，哎呦，哦，出来，看大不大？大先生，哎嘿，哎嘿，弹了我一下，能不能听他叫？大爸，呸呸，哎呸呸，喷了我一脸。跑了一条啊！哎呀妈，今天妈呀！哎爸，臭小子，来了个鱼跃龙门呀、啊！你说的，扒了这气呀、啊！这跑了一个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哎呀妈！我操！今天晚上出装最，妈淌血了。你看那皮皮虾装，你看它装的可像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，怎么这么像呢？这皮皮虾，你要不当演员，你太可惜了啊！我都给你发个证，啊，最佳影帝就是你，弹我，臭小子！大仙走过地方留了一只海螺，这边这一窝的这个什么知温螺呀，看到吗？哇，这海螺也就是有口啊，叫是条鱼就完了。哈、啊，给他采一只海螺出来，呵呵干得漂亮。这边还有没有？应该还有。
走吧，差不多了，警察说，回家了。喜欢刷的记得帮我点点关注，拜拜。